那濒危监狱也有一些植物比较特别，他们在攻击僵尸的同时还会把僵尸进行改造。哦，比如常见的南瓜巫师，给僵尸套上南瓜头变南瓜僵尸。好几锅，直接把僵尸变成菌类植物，化身为我的战斗武器。六六六，金缕梅和袍子菇同理，但袍子菇还有走程序，磨磨蹭蹭的，还是金缕梅来的干脆。给我地星发射井。这个流氓植物动不动就脱我衣服，害羞羞。你太卑鄙了。水晶兰能把我们僵尸打造成雪人。说实话，这个我还是挺喜欢的，就是太冷了。鼠尾草，一旦我族僵尸碰到它，就会变成和尚，从此开悟。小鬼驴把大僵尸变小僵尸，小僵尸变看不见嘎了的僵尸。缩小紫罗兰，把大僵尸缩小，把小僵尸缩嘎。这两个都是我最讨厌的，分分钟就把我秒杀了，太不讲僵道了。最后还有新植物豌豆药剂师，把僵尸变成不同的豌豆。起植物界又多了一个传说，电击类植物能把僵尸变骨骼，炮灰类植物能把僵尸变灰烬。喜欢我的话，三连支持一下吧。